你好，请问您找什么药？哦，是胃疼还是拉肚子？都有吧。都有。嗯。那是您本人吗？拉了多久了？是着凉的那种，还是吃坏东西了？两三天吧。拉肚子吃坏。那一天拉几次？是水泄型的还是成型的？气味重不重？不是我。不是你。那多大了？男的女的？女的，29岁。29是给老婆买药吧？那你得赶紧打电话给她，这吃药得配好对症才行。算了吧，美样来一盒。先生，您的药。哦，谢谢。我建议您再加一个这个。拉肚子严重的话，很容易引起痔疮，你早晚帮他涂两次，很清凉的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满300赠送的，不要白不要。谢谢谢谢。今天几号？3月13。文件上面，还是2月26号。好，谢谢，我马上改。是不是觉得只是一个日期而已，没必要大惊小怪？干完活就走人，下班。小姐，我发给你了。把这份文稿从头到尾重新检查一遍。可是我检查过了。检查过了还是有低级错误。怎么了？不想干了？就算你现在离职，也请你把这一份文稿从头到尾清清楚楚地检查好了，确定没有错误之后再重新发给我。否则你的下一份工作背景调查的时候，别指望我帮你说一句好话。委屈，想哭可以，我给你30秒。西姐，我熬到半夜才把这份文稿给赶完，早上那么早，我起来又复查了一遍，发给您之前，我下午还检查过一遍。这日期的错误是我粗心，但您不能因为一个日期就否定我的工作啊！还有10秒。你看这儿，应该用半角逗号的，你用全角。还有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字号要调整到小四，行间距18，这样才是最舒服的阅读距离。是不是觉得我说的这些？吃什么？我不用了。芒果吧，我记得你之前特别喜欢吃这种热带水果。老板，来一个香草冰淇淋。您好，二位，今天呢是我们的店庆，如果你们两个是情侣的话，我们今天啊有一项活动，只要亲吻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免费冰激凌。什么规则啊？亲吻额头一个单球，亲吻嘴唇可以得到双球，如果是热吻半分钟的话，就5张免费代金券。那我们一定要拿最大的奖。OK OK， 好好好，稍等啊，好。单球不够吃啊，要不5个双球。萧一成，我昨晚跟你说得很清楚啊。哎，就是想吃个单球，我也没带钱啊。你可以微信支付啊。我微信里没钱。我帮你付。你这算是贿赂甲方啊。
哎，早上好。早。这是。今天早上给你做了两种早餐，中式的有牛肉汤、炸酱面、小笼包、豆浆和油条；西式的有三明治、煎蛋、培根和火腿肠，还有水果沙拉。哎，流口水了，给你炸了橙汁，你看你想吃哪一种？你今天早上这么勤快，不像你啊。哎，我是想向你郑重的道个歉，昨天晚上那件事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主要是担心你熬夜拖垮了身体。毕竟你是我们领导嘛，对吧？你要是垮了，谁来带领我们呢？你也把我想得太柔弱了吧？嗨，我主要是自己想明白，不能帮领导排忧解难，那我就帮你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谢了，快吃吧。一起吃。你先吃。这空中瑜伽呀，对脊椎的压力几乎为零，所以有很好的医疗效果。放轻松些，别绷着啊，放松。对，试着舒展一下。对，很好。一定要把握住力的平衡。很好，手腕也放松。对，让自己舒展下来。对，很好。慢一点。很好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个？哦，在美国的时候练过一段时间。干嘛？就想到你做这个的样子，应该很滑稽。哎，好心没好报是吧？小气鬼！当时刚到美国的时候，一直会失眠，半夜里睡不着觉，走在马路上。突然看见一个瑜伽馆的宣传海报，就死马当活马医了。行了，别想了，眼睛闭上啊。拿手机。在右边。在里面。老密码。程耀先生这么热心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追林夕。谢谢你，没事吧？肖总，程耀是弟弟，别乱开玩笑。哦，是弟弟啊，是我误会了，抱歉啊。哎呀，又不是亲弟弟，现在啊可流行姐弟恋了。毛哥，你说的对。
明，我知道，因为网络视频的事，你一直看肖一正不爽。那现在是我们的甲方，找魏首领的。老肖，平时看你运筹帷幄，没想到你这么幼稚的一面。